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今天非常开心能得到新浪微博这个荣誉。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我注册了微博，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。在这12年，新浪微博记录着我的生活轨迹，同时呢我也在新浪微博分享着我角色的点点滴滴。虽然我发的微博比较少，但是未来我继续会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分享给大家更多好的角色，我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。也希望新浪微博越来越好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大家都越来越好。谢谢。